关的奖品，你是我最好的馈赠，为庆祝这瓶香槟，用酒洗掉眼角的泪痕，要赚那钱给你上。这个料是要加汤然后再喝掉的，一碗肯定是不够吃的，所以我们还有一碗桂林的酸辣汤粉，这个是本来就有汤的，里面有好多白肉呀。这个汤底特别像是那个泰国的酸辣汤，又酸又辣。我又要了一个冰粉，也是纯手工的，里面料特别多吧。吃这种辣的东西真的离不开这种绝配。